十多万亩红花竞相绽放，爷就着急，数万采花大军汇聚玉林，只要拆回来就抓枪。这是一场超越自我的较量。我就想改变，我就想和其他人一样，我能体现我自己尊严。讲述红花红了，献给采花人的梦想纪实。接壤的玉林县有很多人靠种植红花为生，每年七八月间，150,000亩以上的红花在巴尔堵克山间和附近平原地区绽放。对每个种植者来说，最大的考验是如何在多变的气候中把红花采回来并晒干，这决定了他们一年能否有个好收成。2013年8月24日，花农郭神善正在巴尔鲁克山上晒红花，突然遭遇一阵狂风的袭击。晒到半干的红花很轻，此时如果风从垫布底下灌进去，整块布就会被掀翻，几天采摘的红花将化为乌有。老郭今年62岁，18年前开始种红花，每一次采花他最担心的就是这样的天气变化。晒干的红花丝市场上可以卖到每公斤80到100元，这也是种植红花的主要收入。正常情况下，每亩可以产干红花20到30公斤。经常挂就害怕回来的那种，那种工没挂。我那娘是整个这样，这个帐篷就将就了。刮风还不是老郭最担心的，真正的考验是即将到来的一场雨，大雨可能会使一年的投入血本无归。8月18日，老郭带着25名采花工来到海拔1400多米的巴尔鲁克山上，这里远离村庄和城镇，周围是大片的牧场。从上个世纪70年代陆续开垦出来的耕地，种着小麦和红花。下午，老郭刚拉回来一车水，牧民赛丽江找上门来。搬走！我不管。你搬走！我操上你能装吗你？我知道你的操场呀，我们走的时候跟你收拾你说就行了嘛。老郭的红花地紧挨着赛丽江的牧场，为了说服赛丽江，老郭提出把靠近草场中间的一个帐篷挪到边上去，这个提议得到了他的认可。这两个没问题吧？这两个。这个地方你住很多娃娃的。
不发不发。耗子送不出来，你要知道，我现在就。我们走的时候嘛，那个给你提的好好的，都是收拾的事。他是什么人？人家的草场，这是牧民，这个草场是分给他的。他们就靠这个草场放牲畜维持生活。我们是种地维持生活，他是放牧的一个样。人家当当嘛是对的。哎，我那个房子拿到这儿来，行不行？嗯，好。哎，过来包行李，包这搭帐篷。那你们的红花。25名采花工从云南腾冲结伴而来，已经连续4年来给老郭采花。来，到处都看。行不行这样？就这样吧。啊，就这样了。来，把这石头压好就可以了，不要挖了，挖不了了。拿石头压上，这不能挖了。开不开太凉了。红花一批批的开花，上山采完第一遍花后，第二遍花迟迟没有开放，老郭打算明天采花的计划落空了。这花子我这次撞了一圈，天气暖和，可能得2天嘛3天才能。像这个黄浆浆嘛，今天开一点，明天开一点，后天的就大了，可以久了。嗯，开得太慢了，不行。花不开，采花工就只能闲着。他们的收入按照采花的重量计算，采不了花就挣不到钱，因此休息是采花工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一个词。人家出来打工也不容易，你休息着挣不了钱，他也不行。想办法叫他们挣上钱呀吧。如果可以不歇，我们当然不歇了。我们来路远呢，那我们的路费啊、吃的呀、这样还有花费啊之类的很高，算下来都快一个人都快4000-5000了，还不算伙食费。天黑以后，山上的气温降到13-14度，寒气逼人。从云南来的工人生起火，度过他们在这高原大山上的第3个夜晚。19岁的小韩是25名采花工中年纪最小的。他从14岁就开始跟着同村的老乡到处打工，去过缅甸伐木，进过矿场采花，今年是第3次来新疆采红花。嗯，对，我们那边现在都在下雨，所以没法干活，只好跑这边。这边的工价算下来也没多高，才打100。
有的时候如果从头到尾耽误的时间多的话，100都不到一天。天不下雨吧？不下不下。好了，明天就有吧。不害怕，不害怕，这个地方没有。不下啊？不下不下。嗯嗯嗯。一下雨，他们车也打不了，我们红花也开不了。这花好没开大。它这中间呢有这个星星没有出来，开的出来就开久了，就害怕天气一下雨这花粉都破掉了。这一天老郭不停地去看开花的进展，今天他一共种了205亩红花，光采花的工资就得投入14万，再加上土地承包费和播种除草的费用，总成本在20万元以上。能不能赚钱就看着最后几天能否顺利把红花采回来。哎，谁家这个气候变化快点，你说变就变。我们那年呢夏天全是红花，全部冻死了，一个花都没折上，300亩地嘛，这就没有救上，全部这地里全部黑黑的，闻起臭的，馊臭馊臭的。老郭1972年从甘肃武威辗转来到新疆玉民县，种地帮他养活了一家八口6个儿女，如今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，但他仍然习惯每年种上100-200亩地。爷爷出来了，你看，啊，今天是明天的开球了，爷爷就长出来了。这叫我儿子给我打来电话，礼拜天，小雨抓阵雨。红花的叶片和花果上有刺，采花的时候要穿上厚衣裤，戴上手套，即使这样还是会无数次的被刺伤。每个采花工刚开始的时候手都会被扎破流血。我从来的时候挺吃苦，我指甲很痛，用指甲夹它嘛，跳了指甲很痛，痛了都哭了，要是挨家呀我就想回家了。李采芳今年第一次从云南来新疆采红花，刚开始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，脱了几套了，指甲都换了，现在换了一个指甲。他们太远了，他放弃敢放弃，回来的路费就得1000三，回去又得1000三，他跑出来这么远，一个人就说一个女同志想回去，一个人也不敢回去，是吧？那就是硬坚持。我说还是要坚持，再大的难关我一定要闯过去，我就这样说啊。后来啊，现在不怎么了，手也好了。现在李采芳成了全队采花最快的人，前几天他往家里汇回去10000元给读大学的女儿考驾照。你回来看见挣了一毛了没有？跟他们借的吧。哦，借了一点。我说这一批了就把他给你换了。哦，你得挣上来得还给他们。
他说口渴呀，你给我们送点水。喝水喽。喝坏了，这不过是泉水喝不坏吧？啊，不害怕？妈，有小虫子呀，不要把虫子咬上了。阴天又是好晴天呀，心是大好啊。就在老郭乐观地估计形势的时候，瓦尔鲁克山上海拔更高的地方，乌云正在聚集，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这几天，采花工从早上7点下地，一直到下午将近10点才收工。玉民县的日照时间长，不知不觉大家工作了将近15个小时。就这一袋子吗？对。哦呦，50多斤。我真可累。多少？19。行。我看一下什么就是。几天吧，那15天吧。采回来的花过程以后，老郭记在账本上，等全部采完以后再结账。9.65，我们交9.6，是吧？张忠海。18。我今年多少斤？86斤9。9.6吧。一天下来，李采芳挣了295.9元，其他人也都在200元以上。我到下边去。太痛了，一会儿我太滋了，我的手这痛疼啊，麻呀，要坚持过去，要挺过去。晚上10点多，大家摸黑吃晚饭。今天劳动强度大，菜比平时增加了1个炒肉。采花工两人一组轮流做饭，伙食费由大家均摊。一般炒1个素菜，加1个炒鸡蛋或者烤鸭蛋，偶尔吃一顿正式的荤菜。经常要揉一揉，是吧？是啊，手痛啊。
能是疑难没有。这个胶布不要撕掉吗？晚上不撕，在创口贴一小时，浪费了，该撕吧。这个手指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多用力的地方吗？今年来这第一次这么使力，这么使力。在红花你看剪就剪吧，时间长了手都是痛的。这都是歪的。你看这节这骨节都不行了，变形了。变形了，都变了。合不拢了呀。由于长时间接触花粉，大部分采花工会有过敏反应，需要吃抗过敏的药。还能免疫过敏啊？还是对人家吃药好处哦。老子家现在养羊，出啊，一张出好了。消好几天可以。昆明是最厉害。他是冠军啊，冠军我们都是他是冠军。他是他哎呀，那个他就爱玩嘛。为了让大家好好采花。老郭答应25号买一只羊回来给大家改善伙食。有几斤？最少得买个15-16公斤吧，30斤吧。这么多人要吃就吃好嘛。难得吃这个羊肉，我们从来没吃过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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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次点九加一二点二，加一五点八，加一二点五。等于534.4。534，一天一天，几个整整一算，这样把干红花毛一称，长了，称得出来，喝一下，它几公斤塞一公斤干的，就知道这个臭崩了。一公斤红花毛开出去多少，能装多少？那天的232公斤塞了63公斤，花3.7公斤，3.7公斤塞一公斤，结束了，睡觉了，冷不冷？不冷，正好睡下太舒服了，也不热也不冷啊、哦，可凉快了。你垫了几层啊？我垫着一个帐子，两个褥子，一个这个躺子，一个躺。就盖这么一个被子？嗯。这样的话子就这么4回就可以了。睡觉吧。8月24日，风力突然增大，午后天空布满云雾。天气预报中25号的雨似乎比预计的来得更快一些。60亩红花还有大约20亩没有采完，吃过饭，工人顶着大风去抢收红花。
听听，问题不大了。哎，这就行了嘛。花没见完，如果下的话，明天继续下，我们的花就淹掉了。明天不能下，或者不说两个小时得给我们了。你说要再喝几个小时？让这个鱼不进，我就不行。是不是本来要是不下雨，今天就能收完了？早收完了，这活子就快完了，再提上一个多小时就完了。明天还要下，明天是小阵雨。谁打电话？我儿子。回家就晴了，天，天就晴了。晴了你就高兴了？晴不高兴你有啥办法？就是太阳下雨，你谁能挡住啊？我倒是有一个法。把你的把那个墙盖住，不叫他下，多好。那一块晴了嘛，看太阳一出，妈妈就风散开了，下不了了，就害怕早起下，早起一下来，他就一天都要叠个电话给你下一点，那样。哦哟，发热了，烫了。不打开会怎么样？黑掉了就明了。
老郭刚把红花摊开不久，天空又下起雨来，只好赶快赶上。一阵一阵的下，老郭一会儿干上，一会儿打开，一连折腾了三次。好了，王子之地，九腔东风啊！你这个，刚晾上就又下雨了。啊，雷就把我都不洗了。是如约买来一只羊犒赏大家。闻到香味了，闻到了香了。上不一锅炖上吧，好好吃。哎呀，赞美赞美一下，味道真美啊。今年是小韩最后一次来新疆采红花，明年他打算在老家学雕刻或者是开挖掘机，这是他五年东奔西走后明白的道理，一定要学一门技艺才能挣到钱。我们那边学的东西很多，可以学雕刻呀，这边玉雕或者是木雕都可以，只要能学就好。8月26日一早，天空仍然乌云密布，在这附近种红花的人家纷纷拉来工人抢收红花。受前两天下雨的影响，家家户户都有没采完的红花，再不采就将全部碾在枝头发霉变质。老郭的第三遍红花已经开满枝头，工人一早也下地抢收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天空又下起雨来。你不用急，我们摘得了的。你摘得了。他说不要叫我急，我们能给你摘得了。不要叫我急。你急不急啊？我不急。你真不急假不急啊？你真不急假不急？假不急，不急是假的。今早我把老家人俩去看你，干不过他。下午，老郭把红花打开一看，发现有些地方已经泡水了。原本已经快晒干了的红花也反潮了。如果不及时翻晒，这批红花就可能会发霉变质，怎么晒让老郭很头疼。
下午雨暂时停了，但天空中依然乌云滚滚。老郭听说山下没有下雨，叫了一辆车来，把山上的红花转移到山下去晒。人家说十年能学出个买卖人来，十年学不出个庄稼人。这个庄稼不好学，它的这个气候变化相当复杂，你不好掌握。老郭下山以后，工人留在山上继续采访。在随后的十天里，山上又下了多场雨，红花没有采完就烂在地里，红花籽也没有收成。老郭的这60亩红花，最后总共收回1200公斤干花。采花工2013年9月中旬去乌苏摘棉花，11月返回家乡，5个多月时间，平均每个人带回家1.2万元。